Hai teman-teman, welcome back to Centa Fakir Channel. Sebelum menonton, jangan lupa ya 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. Jangan lupa ya teman-teman, klik tombol subscribe-nya. Maci! Maci,没吃饱，吃饱好痛啊！来，妈妈看看啊，没事啦，只要这样绑上树叶之后，呼一下，呼就好了。哇，真的变好了呢！哇，那我们继续跳绳吧。好啊。这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呢，妈妈，好恐怖啊！我们快点回家吧，过去看看吧。那边好暗，好黑啊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抓紧妈妈的手吧。好，好吧。受伤了呀！你好，你们是谁？我是麦琪，这是我的哥哥和姐姐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我根本没事，你们不要过来。你别怕，我们只不过是想帮你而已。不需要，我都说了没关系了。是刚才那声音啊。还好不是怪物发出来的。不过妈妈，小豺狼为什么一直叫个不停呢？这个小豺狼是在呼唤他的家人和朋友呢。那我们做他的朋友帮他就好了。我们先耐心的等等吧。好。这样绑上树叶之后，呼一下就好了。